来哦。黄爸，俺今仔来介绍水电的大秘宝，随身工具桶内面有啥物物件？大家拢当作在粪扫袋啊！啊，咱来看卖内底，阮大部分拢放啥物物件？一项小可让恁知影一下。好啦，咱来准备甲倒出来。那我这重要，我先摕起来。好，来哦。还是在混色啦！啊，王爸，啊，你倒出来就是混色，啊，先甲拜拜好啊！这个较侪用的物件，啊，愈沉愈细，愈摇愈沉。你叫咩？就是搞混色，我告诉你。哈哈哈！啊，我先来甲整理一下，啊，等下来做介绍。爸，按卡我稍微把迄卡桶啊整理好，因为物件实在太多了，所以按抓重点介绍比较常用的工具和配件呵。按来推荐几样比较常用的工具，可以让观众放在家里以备不时之需。嘿，会使。正常吼，咱若要用水电，还是讲咱在厝，不管任何物件吼。咱较侪个工具，就是即个，我先甲你介绍一下。你若讲会晓用电表的人吼，用一个三用电表，这是阮较专用的。哎，准备一下电表。咱若跳电，还是漏电，咱这拢会用用的。再来蛤蟆钳啊，棒槌钳啊，这足侪用的。不管是要电表啦，还是要用一寡要工具啦，要固定，拢会用用到。这会使建议的，咱五金行买一支洗衣机啊，咱若水电啊，还是迄落水枪啊头要用足方便的。机仔板若拄啊水管歹去，还是啊，这小小啊，这用哪足俗的物件，咱藏一两支也足好用。电热布拢较常用的，不管是软线、硬线，拢总会用。提不起止水袋，这咱若要做水船啊，啊一定爱用的来。电池加电线。用的罗赖吧，扁的甲尖的，拢安那一定爱扎，换一组啊，足好用。像这瓦板啊，这安那用一个，咱要烧物件也好，要用水电也好，拢总用得到。美工刀啊，这文具应该厝的大家拢总有。啊，若有咧用水电 DIY， 啊是烧物件、烧东烧西，用一个细器啊，咱着盆底拢甲用一挂，保证足好用。啊，较功夫的就是。这锅啊，较火鸡锅啊，你免买遮大罐，你着买较细罐的，有迄小型的家庭的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就是讲，咱若常用拄着要用，洗啊罐也着会使啊，会记得买清啊，要用接水管着有。啊，这火鸡喷顶，这不管是烤肉啦，还是厝的拄啊哪一行着管，嘛足好用。啊，这笑嘛是啊，就长长短短拢粘会着。啊，搁手捞啊啦，手捞啊，这大家拢有。啊，着准备食遮来的时。咱若不管是 DIY 啦，还是常用要用到，咱拢足好用的。火鸡甲锅啊，即咱做水电的火鸡要烘干，
通啊接讲膏啊，就是咱的 PVC， 咱这塑胶管要用的伊内底膏啊咧用的物件，啊，这是必备，一定爱用的，水电的缺一不可。人头、钢腿啊、水电的这拍标，甲这针啊，这啊拄着拍标，啊是讲管内有破气，要改修这拢必备的，一定爱用的呢。一定要安尼用，来，这支，这支啥？这支就是打手，咱所在两讲辅助工具，有当时啊要用的时，阮就投落去，一个歹转的时，这样个用，在面盆的下骹辅助工具，落来呾有分十二个，十二个，十二个扁的，扁的，啊挂片子，这咱若要转螺丝啦，转咱的客啊、电客啊拢有。啊，片子加电扇要用的，加灯加塞拢足好用。电表，电表咱要量电的，吼、哦，不管是要测漏电啦、啊，还是测讲电流偌大啦，咱的电还是一安培啊，这电表这拢一定爱用的。你确定你带个好的吗？一定好的，保证会量的，这历史悠久啊，用到足有感情的啊，拢唔敢乱塞。带个好的吗？保证好的。啊，这美工刀啊，美工刀啊。阮若要卸电缆白皮，像这卸这线嘛，用个用个足好用。活动扳手，活动扳手，唔管咱拄着六角的、六角的还是螺丝，像这螺丝这要用，拢总会用的。这拍不认机，拍不认机，我名叫，我名翻译。拍不认机，四型活动扳手啦。这咱若要拔水果，圆的。圆的物件，即像呾做个活动扳手，无啊做啊用像即圆的伊夹会着，咱着把阮个涉水管、北水管拢总会着。歪嘴啊，吼、哦，即类似鸭嘴、鸭嘴钳安尼，有个活动的。伊即若较大个啦，毋管寸少较大，用用到两圆的、两圆的、三圆的有啊。啊，细咱用到四分的拢总会用像即细。啊，倒是管钳。嘿，即管钳，即加速加工咧用的。即加刀。有啊，用这个用的，足方便。有啊，这机啊办必备，不管是拄着咧壁内，啊是壁外，咱这拢会记的。尺，这尺会用量长短，量长短伊之外，伊这吼，佫有分工，咱就拢会量这红字。这红字的时吼，咧做咧定定伊的寸尺、水平尺、水平仪。这有哪些配客啊？还是阮咧做物件爱量水平通啊用的？再来切啦，量切啦个有，无法度。这增加所在爱市区，唔管啥物货拢会拄着。切啦一半粒啊，阮拢会扎。一捆像个钱个啥？哦，这套钱啦。这我写这有哪些阮做来锁螺丝，有哪无够长电表啊？像这这三角这水泉啊。哦，这三角、这水泉啊、便所、面盆啊，下骹拢有诶。止水袋、贴布吸入，咱所水泉啊一定爱用。止水袋个数量嘛，伤合命吧？啊，用一摆摕一捆，用一摆摕一捆，这两捆更加拢唔知人摕起来有几捆。那起码有十颗了吧？啊，这有通，你看，用了就弹了，用了就弹了。啊，要出门拢会惊，啊惊着一条新的、一条新的，搁一直甲弹拢无摕起来。愈捡搁愈侪，电迄部、电迄部，即有较一般诶，啊，即有较阔面诶，像迄较阔面诶，即就是。你嘛足侪了，迄应该超过二十个了。即若咧换线咧纠线，啊，拢总用诶着弹，用诶着弹，要出门搁会惊着新诶搁离体。哈哈。啊，搁像即电线吼，即线做啊侪啊。恁看这无啥，这阮足好用的。阮若出来吼，这后壁像这切到后壁咧衔接，出来拄着，不要小看这个。内外夹，咱若咧换水泉啊，换水泉啊，较深、较内底，有无？咱个平面有无？但是若伤深，像爱伤深，这甲套落、套出来。内外夹嘛，规条的，你咧展示完美手展示起来。我水泉我嘛有坑。出去这紧急的应急用的一支两支，我拢会扛。啊，过来，这有叶啊，这有固定石，这固定石啊，咱若塑胶管这壁有要甲固定好好的，这大细啊，啊，这有电缆线咧用的，这较细粒的，较细粒的，这就是垫电缆线手套，这是必备的啦，做工过较袂互家己受伤。啊，这口罩，口罩唔管是有感冒无感冒，最近无去抢货。阮这是真
防尘的呢，哎，咪医疗用的。螺丝，阮若做着要锁，有诶无诶，长长短短，阮拢会扎一个较简单简便的螺丝，放伫阮诶工具盒内底。即摆诶水电爸爸就介绍到遮，啊，若喜欢诶人会记咧按赞，啊，搁订阅、分享，搁订阅免钱诶哦，谢谢。这这喷射，啊，咪全部蛋打的好啊！干嘛修？啊，盖有签过，是要签偌好个，我咧蛋打的。啊，他个咧喷射啊，真是。